他的旁边，我们船呢，你看啊，莲花它大概这么高而已，所以呢，我们船吃水量绝对不够的，一提高提高一点那样哦，搁浅，所以呢，哦，来，你看看我们的湖水是碧绿色的，很美，对不对？来，因为呢，糖厂的不景气，糖厂关掉，我们这个水库呢，变成什么？哎，变成观光水库，哦，变成死水。那死水的话呢，它下面会怎么样？有藻类滋生，再加上两边都是绿色植物，天空的蓝色、灰色映下来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都是蓝绿色，哦，很漂亮哈，哦，嗯。而且呢，我们这里呢很自然哈，哦，这个水道其实本来是很宽的哦，哦。那二战的时候呢，我说三个炸弹，其中两个炸弹爆点在这里，那个叫做烧鱼弹。把这边呢，我们的鼹鼠林都把它烧掉了。烧掉的时候，当时的人认为造林。